影帝黄秋生几乎每年都有电影作品上画，不过今年2018过咗一半有多，仍未见佢嘅新戏，搞到啲影迷相当恶气啊！冇计啦，鬼叫秋生忙住舞台剧《夕阳战士》咩？既系故事监制，又系艺术总监，仲要上台演埋一份添。你有冇试过朝头早起身发觉自己啊？我仲有呼吸，我仲有手有脚，我仲可以食到自己中意食嘅嘢，而开心过。其实冇戏睇，咪试下睇舞台剧，入场支持下咯。唔使隔住个芒，可以近距离感受秋生嘅每一个表情细节，咪仲爽。不过7月28日下午3:03已经系尾场啦。如果想睇又赶唔切买飞，又唔系冇计嘅。事关赞助商 OpenSky.TV 将会独家现场直播《夕阳战士》尾场演出，有兴趣的朋友用电脑手机一样可以捧抽新场。